还记得这儿吗？草莓蛋糕好吃吗？好吃啊。想吃什么？我请客，就当表示我的诚意。老样子，草莓蛋糕。两年了，这家店早就不卖蛋糕了。高山，你还停留在过去，这样不好。我更习惯往前看。来，点单。看看想吃点什么？你不看，那我点了。来两份招牌芋圆，谢谢。看我干什么？你不爱吃啊？明沃，高山。怎么选这么个地方，害我找半天。你还请了别的朋友，怎么称呼？陆曼 AQ 基金负责人，目前回国休假中。我认得你，林沃，经常听高山提起。那还真是荣幸之至。那陆小姐想要点点什么吗？减肥，我和高山吃一份就好了。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，我得接个电话。喂，沈总，对你上次说的那个候选人，哎呀，甜点都舍不得，小气劲儿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不告诉我韩思阳在哪儿，我找不到他，只好派人跟着你了。我真不知道韩思阳在哪儿，你们的恩怨情仇能不能自己解决了？上次签售会林沃就误会了，这不挺好？你不是很想知道你对林沃还有多大影响力吗？哎呀，别装了，明明你有很多机会说，可你什么都不说。他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。算了，看在你是韩思阳的朋友，又是我的前任下属，就当我做件好事。你干嘛？等着。我去给你找答案。行，没关系没关系，那咱们一会儿见。哎，好。那天在金明休息室的人是你吧？哦，我说呢，有点眼熟。那天你和高山……刘小姐，你别误会，那天我刚好在隔壁书店有活动，碰上纯属巧合，是吗？我还以为你和高山旧情复燃，特意约好被我搅黄了呢。直说吧，我在追高山。我知道你们的过去，我跟高山之间已经彻彻底底结束了，不用担心。真的吗？那高山为什么对你追着不放呢？你一点都没感觉？还是说你在敷衍我？放松我的警惕，和高山复合。陆小姐，你高估了高山的影响力。我跟他之间只有过去，没有未来。对于我来说，有太多比爱情更重要的事情。对我来说，有太多太多比爱情更重要的事情。你没有必要让别人把你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。这些无关紧要的回忆，随时都可以放弃。哎，对了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或许我可以努力回忆一下高山的喜好，看看能不能帮到你，不收费的。那就祝你早日成功，加油。